蓝十字保险醒字派。喂，阿爸入医院通波仔，唔记得张医疗卡。广告都有教啦，揾保险公司帮手，有冇医疗卡都可以出院免找数。入院之前仲可以打电话做索偿评估，咁就唔惊 over 值咯。醒咗，多得个广告啫。以上智醒贴士由蓝十字提供。蓝十字保险醒字派，公司保到一时，保唔到你哋一世啊！啊，边日出咗事啊？复白咯，睇开心脏病，退休冇保险公司肯保佢，成班手足指晒公司，自己又买医保，又唔睇广告，唔系保证终身续保嗰只啊，翻去提提佢哋啦。以上智醒贴士由蓝十字提供，蓝十字保险醒字派，杨杨搵到份新工咪好咯。系啊，记得叫佢买转工医疗保啊 ，probation 通常冇医疗保险噶，有病或者意外入院都要自己孭噶。嗯，梗系啦，唔系好介绍我醒哥两个字倒转写啊，记得啊，醒啊，有睇广告噶嘛？以上智醒贴士由蓝十字提供，蓝十字保险醒字派，系骨嘅 trip 取消咗，保安局发咗黑色外游警示啊！诶、哎，咁点算啊？我咁醒点会临急抱佛脚噶？订 package 嗰阵上网即刻买埋旅游保险，就算取消行程退唔翻钱都可以有一赔，冇得玩保唔翻，补翻住啲钱啊嘛！以上智醒贴士由蓝十字提供。蓝十字保险醒字派，做咩醒？系咪非凡区？咪乱揽，喺酒店跌亲，有买旅游保。旅游期间生病或意外受伤，只要曾于当地求医及有医生纸证明，回港90日内复诊，一样受保。有买旅游保咁醒？我知我醒啊，唔使赞我。以上智醒贴士由蓝十字提供，蓝十字保险醒字派。风高物燥，惊唔惊火烛啊？嗯、近排仲好多有冇爆夹？都叫你平时睇广告噶啦，业主要买楼宇火险噶，而业主同租客咧都应该要买家居保嚟保障屋企嘅财物嘅。你咁醒啊，梗系我话梗系一早买晒啦。以上智醒贴士由蓝十字提供，蓝十字保险醒字派。为安全着想，请个钟点帮手好啊！要买劳工保、啊，几个钟都要。法例规定，雇主必须为兼职或钟点用工购买劳工保险，以履行必须承担嘅法律责任。吓、啊，一日都唔使一蚊。你咁唔好搏，买咗保险，留翻个钟点以上智醒贴士由蓝十字提供，蓝十字保险醒字派。哇！你做咩带只狗翻嚟啊？我咁忙，谂住佢陪下你咯。医佢仲贵过医我、啊。广告话最好8岁前要买宠物保险，仲要拣保证终身续保嗰只。有啲咩睇兽医啊、入院做手术啊，都有得包。宠物保呢层，一齐去买啦。以上智醒贴士由蓝十字提供，蓝十字保险醒字派。婷婷同洋洋放假带个仔嚟玩、啊，使唔使多几个保镖啊？呢度陷阱多、啊。唔使，同佢买学童意外保得啦。就算浸亲跌亲住院，睇中西医专科贴打，甚至镶牙矫形去疤，都唔使去公立医院排急症嘛。多几个保障好啊！以上智醒贴士由蓝十字提供，蓝十字保险醒字派系业主咧，梗系承建商啦。如果有咩错嘅，我醒嗰两个字倒转写。业主或承建商任何一方，应为装修单位购买装修保险，保障工程物料、单位财物及第三者责任保障。任何一方啊，哥醒。咁自己装修咪业主咯。以上智醒贴士由蓝十字提供。